欢迎继续收看上届关心地方的训练新闻。三立镇文昌国小的野球队成立30年，培养出真侪野球的好手。近期参加台湾和韩国的国际交流野球赛，也佮南投中庆杯以及全国少棒邀请赛。在高工的时间，连续比11场的比赛，一摆将2个冠军来抱回来，这训练成果是得到肯定，全校师生也拢替因感觉非常的欢喜。摕到金牌甲奖杯，小朋友笑甲真欢喜。这是西丽镇文昌国小野球队的选手，最近就2个冠军摕回来，辛苦的练习有了成果，予大家拢非常骄傲。对韩国打全垒打的时候，全部的人都跳起来，很开心，不知道会打全垒打。那你有信心之后继续打出全垒打，替大家争取荣誉吗？有，我以后会打更多全垒打，添得更多的分数给球队。因为人生很少能对到韩国队，所以对韩国拿到胜投所以很开心。希望以后可以打出更好的成绩，为球队拿下更多冠军。高工的时间爱比11场比赛，对选手来讲是真无简单。除了体力和耐心，团队的合作也是真重要。这届打败去年的冠军韩国队，将冠军摕回来，都是训练和互相配合的成果。在整个教练团队的一个指导下，孩子们也很用心的在整个球场上的一个很棒的一个表现，加上我们旁边的一个家长的一个鼓励还有加油，把冠军奖杯留在台湾，那当然也为云林县来争取了这一次的一个比赛的一个荣誉，那也值得给这些小选手和教练团队一种肯定。在下课的时间再多找他们一些聊天，了解他们的状况，很积极的在训练，很积极的想要面对每一个杯赛，甚至我们的最后的目标全国联赛，这样希望他们的稳定性能提高。文昌国小的野球队已经成立30年，培养出真多优秀的人才，初步教育基金会甲家长会也特别准备红包，请囡仔食饭来鼓励因。为了奖励我们棒球队，然后晚上会设一个犒赏宴给他们，然后也非常感谢我们詹家军文教基金会董事长的红包，让我们这些小朋友有更好的发展。有了各界的支持，校方希望会当培养更加多对野球有热情的小朋友，和因伫未来有更加侪精彩的表现。继续传承文昌国小野球队的精神。记者潘祖基采访报道。